多一点乐模都没有了，也让他体验体验没有乐模的滋味吧。老赤手遮天的，就您能乐，我不能乐。看到了我的老杯子。这屋怎么没人呢？有，这儿。哎，那我你们来几个？来五个。啊，什么呀？四个。也可能只有两个。九娃发起。位置共享，嗯，好像不是冲咱们来的呀，是吗？对呀，我给老秦打个电话，我问他，不进来了，我刚发的。哎，老秦，那个怎么还有多长时间到？啊，老秦，啊，喂，别昂了，人都挂了。哎呦，那咱俩吃吧。行了，就我一人，别感动啊，别感动。伤心的泪。蒋鹏，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就是说丰盛不丰盛，来，你也没想到就咱四个哈，两位哥哥不礼貌了，我们这儿有四个人加上我，然后我们就先开吃了。现在在骆驼堂那儿吃，秦霄贤、何九华、孟和周。杨九堂说他过来了，那应该跟我预测的差不多。现在有两种选择，一种选择就是我也去找烧饼，那儿六个人，他们五个人，酒店的五个人都来找我了，那我们这个桌子上就是六个人，他们各多两个，他们四个人，我六个人。不寂寞了是不是？你们要不来，我都觉着我可能就没人来。他们就有一波不出来了。行，先别说，先吃。哎，这波我有。怎么能够出来？今天这个饭是什么意思？是分阵营了还是说？不是，其实文化很简单，就是看看仨人人缘怎么样。其实跟明天都不挨着，他们就想复杂了。其实，就如果真要是挨着的话，就三队。那他们现在这样的话，就变成两队了。你以为就他们有团子，我们仨人就会变吗？我们仨人就抱团不完了吗？对，那我给你讲道理，毕竟还是在外边的人多呀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变九个人了，九个人对你六个、五个，那还不简单吗？以为自己挺聪明的。其实就没事儿，嗯，我们一会儿怎么着也是要出来，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跟我去吗？我跟大家讲了，咱吃完就走吗？咱大家早上四个一块走啊？那你有空走吗？随便，那一块儿吃完也甭管了。喂，服务员准备碗筷。
门儿都没，就咱怎么说着坏话，咱到小木屋儿，特别气。哎呦，其乐融融。昨天还剩几个？五个，五个。我是真觉得，就这事儿跟明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们就做了一个特别无用功的一事儿，还把咱们都得罪了。张鹤伦特别的坚定，哎呦，就不走了。我跟你就不走了。我跟你说，罗绝对是绝对是，觉得自己这回聪明了。我们三路会师了，我们仨人可是一股大势力。我们绑一块了，反正对，我们这也都挺大势力啊。是，不应该是咱们是一股大势力，咱们是一股大势力。咱们现在是，我们仨已经融入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一家人。我都抹了，这是软哥那儿啊？那个桌那个大呀。现在是7点，我5点半就在这儿等着了。等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？我就今天，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像个行为艺术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事儿。伦哥给我发了一个，你们这样下去没办法收场。我看看吧。你们这样下去没有办法收场，那他回来也就能收场。现在应该是栾那儿没人，栾哥一个人，孟哥俩人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咱们要不要一块儿去找栾哥？但是让栾哥找一件事，让栾哥把他们都喊到栾哥这儿来，把所有人都能叫的。因为我觉得栾哥有这个威信，因为他是咱们最他说说他说你俩过来吧，我们这人都齐了，就差你们了。那就赶紧去吧，那我们别废话了。咱说啥？咱就等罗哥回来，咱就走呗。罗哥现在咱都去吧。成队了，那边那俩也成队了。你得讲什么呢？啊，你刚才说的，他说他们说要我们一帮人去找王哥。哦，不能把他一人干那儿啊，多可怜呀、啊！你刚才还那么横那劲儿呢？不是，我烦他是烦他，但是还得救他呀。走，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了，以往他能改。走，嗯。他们来了，我打算藏起来。藏起来不好，藏起来还得我自己出来。什么呢？有你呢？哎，哥，哥，我们堵车了。他们没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坐吧。坐。你们为什么不出来、啊、你们不都接到三个信息吗？对呀、啊、嗯，没有，我接到俩啊，没顶门给我发啊。那就大多数都是接到三个信息啊。嗯，就是你上哪个都行，那为什么要在酒店里？我就实在不明白。我你要都去了那边，我这边一个没人，这也可以。那就他就是玩啊。我们来个就是法西道而行，就是成为去哪个队就成为那个，我们哪个也不去，我们自己成一队。明天要那什么，我们5人就一个团，就跟栾哥。对，哎、啊，去你的，还跟栾哥，你们5个一团，别跟我买我啊。没有，哥，是那俩人眼睛说的就不一样。你们就没想过你们这几个人就冷板凳了吗？想过呀，想过呀，想过了。我们的，我们正好6人，正好6人冷板凳。对，怎么我们6人没有我呀？算是您啊，一共6个人。我怎么可能说冷板凳？我是这山头上的呀。完，你说，其实我已经想走了。你别走，你要您去哪儿？我一块儿呢，我们就九打五了。我们这不在屋里也分析了，我说如果要9打5的话，咱们能打得过人家吗？打不过呀。对，一想打不过，那咱赶紧抱一大堆了。好几年没看见。可是我说实话，我也没提起来。别生气了，哥。这么扔一块，扔一块。扔一块，扔一块。飞起来天，来吧，留点现金。有我们哥，我那肯定赢。他们那儿啊，突然没有征兆。来，看手机吧。今天各位都吃上饭了吧？大家饭要多吃，事儿要少想。
明天早上九点，我们在酒堡吃早点。